吃素的心是快乐的。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恨怨品，唐继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恨怨，何等为十？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使者普皆回向。善财白言：大圣，云何礼敬乃至回向？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恨怨力故，身心信解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身。一一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佛。虚空界尽，我礼乃尽，以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礼敬无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礼乃尽，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礼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即为一一城中，皆有一切世界即为成数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各以出过辩才天女为妙舌根，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一音声海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城中，
以各有一切世界，即为成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我以普贤恨愿力故，起身信解现前之见，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花云、幔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亮如须弥山王。然种种灯、酥灯、油灯、烛香油灯，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忏除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生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净三业，遍于法界即为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刹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生命，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胜入种种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波涅盘分布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随喜。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身、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勤专法轮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
及围城中，以一个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围城数广大佛刹，以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围城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请佛注视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波涅盘者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请莫入涅盘，今于一切佛刹即为成数劫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吸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即如须弥，为众把故不惜生命，何况王位城邑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急于种种难行苦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震随其要欲成熟众生，乃至示现入于涅盘，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城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身胎身湿身化身，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身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要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村营聚落城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族二族四族多族，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
种种尘事，种种供养，如见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师道者是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砾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恨愿海。是故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已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及诸人天最甚安乐，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经而所佛刹及围城数劫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王历经于耳所有功德，彼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或复有人以生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依似俱寂，速能除灭我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
即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鸠盘图，若毗舍蛇，若不多等，饮血啖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或时发心清净守护。是故，若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云翳，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因礼敬，一切众生悉因供养。此善男子善得人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摧伏群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在下一个世界中，既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听闻的人们啊，把信心寄托于佛法之上。当我们被一个小刺刺伤的时候，我们哭喊疼痛；当我们碰触到冰寒之水的时候，我们冷得发颤。然而，我们如此珍爱的身体，很快就会变成一具没有任何感觉的死尸，被焚化，被埋葬，被犬只吞噬，或被秃鹰撕裂，是他唯一的命运。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父母、子女、朋友、仆从、房屋和财富都无法随行。业力之风把我们带走，如同吹动一根羽毛，我们将前往何处，我们将停留何处，我们再也没有任何选择。谁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只能充满信心地仰赖上师、三宝以及众生修持的佛法，向他们寻求协助。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力量，能够把我们从介于死亡和投生之间的中阴阶段的痛苦和恐怖中救度出来，引导我们前往净土。修持佛法之初，困难重重，但最后却能够获得至极大乐，这和从事俗务有天壤之别。从事俗务，皆以喜乐为始，以痛苦烦忧和理想破灭为终。弥勒日巴尊者曾经忍受什么样的磨练和严苛考验？然而，正是透过这些磨练和严苛考验，弥勒日巴证得了金刚持的不变果位，无别的清净大乐。
他独自居住在僻静洞穴之中，但他的光耀却遍及世界。他也必须跨越死亡的门槛，但是此刻他端坐在净洗净土的坛城中央，这和娇慢的世人有多么的不同啊。当一个国家领袖或百万富豪过世的时候，人们会说某某人死了，如此而已，不比一根蜡烛烧尽一坛水蒸发重要。佛法这个字也意味着去修补或去矫正，去纠正所有的缺点，去发展所有完美无瑕的功德。除此之外，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从修持佛法中所获得的功德将留存下来，成为来世的心灵资粮。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为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早课